最近不少市民发现崎岖探员陆续集合，据相关人士透露，这是因为是、还是被发现了吗？距离时间标尺的完成还差10%，你进度太慢了，蒙查查。这最新的电影109000真好看，还看漫画，赶紧给我出刀。等，说的我这就去搞事情。不止搞事情，从今天起你要狠狠搞破坏。可是听着，就算对过去造成再大破坏，我也要加快收集数据，任何关键时刻都没有我的那一天重要，听懂了吗？知道不？那就给我去搞事情。是，马上回。哇，老板！别急，漫画还没到呢。哇，壁灯！这才凌晨5点，为了买漫画，至于吗？当然有，今天可是超级豹女的大结局。根据资料，这是超级豹女第18次宣布结局。不，这次肯定是真的，所以我绝对要第一时间看到。快看，来了，我的漫画。好，超级豹女第300回开奖。原文再续，书接上回。话说豹女的好伙伴伊兹遭到黑暗力量的感染，即将变成怪物一虫。伊兹说，豹女动手。只听话音刚落，轰隆咕噜，黑暗力量暴增，伊兹痛苦另一边，豹女强忍悲痛，捏紧拳头，呜呼，高高跳起，哗，只听哗啦啦，呼噜噜，滋啦滋啦，雷光加电，一记奇石踢去，顿时停，我要的是漫画，你干嘛在这说书啊？漫画那是什么？大结局我一定要第一个听到。不，一个听到的是我。这也太奇怪了吧。很正常啊，粉丝都想第一个听到大结局嘛，你们要是不急，等他们抢完再听嘛。这难道是我？崎岖的宫内时光机点出现了。果然是柠檬博士，出动吧！不怕强敌，崎岖出击。嘿，这次的关键时刻和漫画有关。1832年，法兰西画家杜米埃发表了一篇批评权贵的漫画《高康大》。根据资料，正因为这册漫画的发表，法兰西的人民才会团结在了一起。对，从此漫画受到大家的喜爱，发展出科幻、冒险、推理、运动等等各种题材。懂了，总之本喵的任务就是保证杜大叔的漫画顺利发表。走吧，赶紧解决，我还等着超级豹女的大结局呢。可超级豹女在未来也还在连载哦。什么？我脆弱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好了，喵，总之先出发吧。时间飞船，崎岖变形，把高更大给我。不，克罗，我不能给。要是这漫画发表，你一定会坐牢的。杜米埃，我们只是画家，用漫画讽刺公爵，你在想什么？不，正因为我是画家，我才要把它画出来。这样你会坐牢的。哼，要是我的漫画能让大家看到法兰西的未来，我乐意至极。可我不想没了你这朋友。拿来，住手。别啊。哦耶，漫画到手。柠檬跟上合体，到破坏喽。我的
漫画。静静，要漫画，给你漫画光剑。快跑！怎么回事？不会吧？放我出去！喂，快放我出去啊！可恶！啊！哎，别管我，赶紧逃！哎呀！不不，没用没用！哎呀！火箭拳，你没事吧，杜大叔？大家刚刚被那个柠檬怪给变成漫画了。什么？杜杜，把漫画捡起来保护好。可别！不急，生气，当底破绽。小心！逆转光圈。根据资料，这些都是漫画用来表达内心的对白框。对白被抢了，一只怪东西，展开！哎，看招！向我一边去！嘿，能不能办？百变重锤！我要在75度角变出艾尔象攻击。我敲！嘿，听到了，我躲。当底炮弹。警告，对白光棍，读取我们的想法并说出来。就像这样，既然这样，嘟嘟上，可别的。毕竟他不会说人话，就算被读出来应该也没关系。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别的，别搞的，嘟嘟误会啊。可别的，把旁边的木箱丢过去。别的，什么？这还带翻译的？别的，可别的，轻松躲开。唯快不破，光迹追踪。喂，坏柠檬，追不上了吧？追不上才怪呢。看本喵从右边来个飞踢，收到，这边当底炮弹，通天万能步。飞鹰战车冲到，当底炮弹。不会吧，静静，没用的，你们输定了。反弹战术大成功。少来，那反弹绝对是碰巧的。反弹碰巧，有了闪电猫，在坏柠檬周围连环发射能量箭头。快起，你这不暴露了吗？放心，没关系。上，好吧，逆转光枪。小笨鸟全都打偏了，通天金刚拳正面发射，对，就是正面。没用，是吗？现在看不穿了。当然了，金刚拳反弹去哪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看穿？嘿，机会来了。
没错，通天火箭拳，奇趣爆发。谢谢你们，杜米埃。克罗，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长夜之中总要有人燃起一盏灯，我希望我的漫画可以成为那一盏灯，为此我义无反顾。奇趣特工任务成功。就差那么一点，我一定要回到那一天。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闪电猫生日快乐。唱得不错，谢谢爷传的。总算唱完了，本喵得许个愿平复下心情。等等，闪电猫，关灯才有仪式感嘛。闪电猫生日快乐。谢谢你们啦。好，开灯吃蛋糕。哦，什么声音？哇，好大的煤气味儿。哦，哇哦，我的生日会，这到底怎么啦？什么怎么啦？这煤气灯用了几百年，容易爆炸可是常识。啊，煤气灯？难道说……各位，时空起点出现了。好，出动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时刻是在1879年，美国世界第一盏有广泛使用价值的电灯被点亮，而改良制造出它的就是爱迪生。彼得高，爱迪生，好像有点耳熟。是的，我们在之前曾经回到过去，帮助爱迪生守护了留声机。难怪这老熟人嘛！爱迪生足足拥有1000多项发明专利，留声机、电灯、有声电影、表决器，还有发电机、电表、圆筒唱片、印刷机等等，几乎每一样发明都足以造成时空起点。也因为这样，他还有个超酷的外号，那就是发明大王。根据资料，改良电灯的难点是灯丝，因为亮灯时温度过高，很多材料都会烧断。爱迪生在测试上千种材料后，才总算找到了耐热灯丝。懂了，我们要保证爱迪生先生能找出耐热灯丝。出动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是门罗公园的爱迪生发明工坊。叽叽叽，搞设计，搞设计。不急，走走，石头团队。走。那你还愣着？赶紧放炸弹嘛！收到了。那第1300次失败，继续。抽真空，通电，好，实验继续。逆转光枪，博士。哎，算了，这边没机会，到那边埋伏。好的喽。爱迪生先生，您没事吧？你们是谁啊？
啊，难道爱迪生先生忘记我们了？怎么可能？通天火箭拳，怎么样，像吗？开个玩笑，来，过来吧，我的朋友们。大哥，李大哥。现在我正改良着电灯，瞧，只要像这样，夹上铁夹就能让电灯通电发光。可问题是，灯丝不耐热。我已经试了上千遍了，可还是不行，这下电灯可没办法推广啊。没关系，有本喵帮你实验。就等你这句，我正好想试点特殊材料。什么？好痛啊！小声声。这是氧气会让灯丝在通电后急速升温烧断，所以得先把灯泡里的空气都抽掉才行。哦，学到了。过分了，今天可是本喵的生日呢。怎么没电啊？等会儿我去仓库换一个。好了，回去临时加倍。这还差不多。不好，爱迪生先生。又是你，坏柠檬。对，这又怎么样？谁让你发明这么多？柠檬，雷神无敌。糟糕，得把电灯抢回来。哎呀，按键。超级热力模式开始加热。放我出去。我好热。不会吧，警告，仓库温度正不断升高。叮咚，就是我弄的。根据分析，爱迪生就要成烤鸭子了。什么？得赶紧救人。嘟嘟，隔壁，狗隔壁，比格这，安静，哎呀，电灯铁夹，隔壁，哥哥，隔壁，啊，烤章鱼，通天，隔壁，啊，嘟嘟，通天金刚，慢吞吞，哎呀，哇！柠檬这么嚣张，光速追风，我去！开灯，超级热力模式，加热！喂，等等，你用武器太卑鄙了！我就喜欢呀，比杀，热能爆发，我砍！艾尔，帮忙送我过去。收到。哎。抢走的是电灯，有了，就是他。嘟嘟，等会儿配合我来行动。李大哥，通天金刚剪。不急，笑了，往哪丢呢？我这样才行。
你想要加热，你可别忘了我们家的嘟嘟。什么？你哥哥？哥哥？糟了糟了，东东要生气了，攻击！灯丝就会烧断。我没热度了。通天火箭拳。爱迪生先生，您在哪？您没事吧？我在这儿呢。没事，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赢的。这是第1400次实验。成功了，就是它，碳化蛛丝，这就是最耐热的灯丝材料。谢谢你们，嘿嘿，机器特工任务成功。在哪在哪呢？嘿，发现目标。要想图像更清晰，还得加大电力。好，这样应该行了。开机。成像了，我的电视机成功了。这自己把自己电晕了。正好，蒙查查立马下去把这栋楼的大门给我堵上。收到。只要没人能到这里救你，我就能收集更多的时空数据，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天。本喵要看菲菲的演唱会。看什么海底世界，你照照镜子就行了，遥控给我。不就是看个电视节目，有必要这样抢吗？当然有。可比可的电视机呢？快冲啊，大伙儿冲啊，冲啊！人手不够，大家快赶过去，干掉那猴子！怎么回事？快，我们要去看看。下去！不，你下去。演《西游记》，《西游记》好看。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今晚戏棚是我们的，才怪！我们人多说了算。看《西游记》，看《罗密欧与朱丽叶》。《西游记》，《罗密欧与朱丽叶》。《西游记》，《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是戏棚，在还没有电视的时候，大家都是在户外戏棚看演戏的。根据分析，他们是因为想看的不一样才会争执。没有电视，难道说崎岖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又是柠檬博士，出动吧！不怕强敌，崎岖出击。这次关键时刻和电视有关。这次被扰乱的是1925年，英国科学家贝尔德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可的，比可的，就是本喵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这也不像电视机呀。根据资料，这是最早的机械电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子电视机的雏形。对，电视的出现让“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句话成为现实。因此，贝尔德也被称为电视之父。我们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
是1925年的英国伦敦。我已经找到了贝尔德的实验室。啊，糟了，贝尔德触电倒下了。不好，得赶紧救人。很好，就是这样，谁也别想进来。注意，贝尔德的实验室就在楼顶。我们进去吧，到楼顶。别急，本喵有更快的。哎，逆转光枪，直接往上，狂铁。我是还要堵门吗？你说呢？赶紧上去。快，找到了。情况危急，必须在5分钟内送医院治疗。柠檬就会装神弄鬼，看好了，逆转光枪。七七，这里可是见识空间，柠檬摇动三级。什么？什么？嘿，继续播放，去吧！通天火箭拳。开启给力！小意思。这也太耍赖了吧，太危险了。根据分析，蒙查查可以像电视遥控一样将运动的物体暂停或者倒放。那尝尝这个通天电拳，我也有电视重播。那尝尝这个通天火箭拳。蒙查查，你抄袭我的招式。不不，我这是重播。再来，分割画面，循环播放。什么？动电万能布。百变重锤，光枪。好险。不对，嘿嘿，新节目百变锤锤重播。凯奇，我倒不管你重播什么，都别想快过本喵的光迹追踪。不重播那就倒放吧。什么？我这再来。
火箭。危险期，奇趣特工任务成功。好热，好热！炎炎夏日，最应该来杯冻饮。干嘛？啊，这冰箱怎么换成衣柜了？我可没换过。不。没事，大家不用紧张，走，我请你们吃冰棍。好，凯奇，这才叫队长嘛。啊，没有冰棍。好，队长，我快热融了。没事，这家没有，我们就到别家去买。来，起步走。没有。没有，还是没有。不、哦，怎么哪里都没冰棍卖呀、啊？凯奇，你们要买冰吗？那你们可要排很久的队了。排队？队尾在那边。什么？这也太多人了吧？一块冰而已。太夸张了吧！哦，我名侦探猫猫已经懂了，真相只有一个，一有奇葩事，肯定就是。奇趣特工队，时空节点出现了。好，我们出动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这次的时空起点出现在1873年德国的威斯巴登市。化学家林德成功把氮作为冷却剂，发明出第一台工业用的冰箱。他还把第一台冰箱放在了酿酒厂测试。如果林德在酿酒厂的测试失败，冰箱就会被认为是失败的发明，从而消失。
哦，怪不得我们的冰箱没了。大家也是因为这个才去买冰块来解暑的吧？嗯，还有和冰箱相关的雪糕、冷饮也全都会消失。这可不行，冰棍、汽水可是夏天的浪漫，还有我的小鱼干，如果不放冰箱，很快就坏了。对，现代生活真的离不开冰箱。既然这样，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比如说厂里的香槟，香槟保存温度是7到12度，我们只要调节这个温度按钮。瞧，扭到这儿就好，大功告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糟糕，大家好像很满意。那又怎么样？却给我让他们不满意。收到。飞船合体。什么？妖怪物在跑！这是我的发明，把它还给我！别！救我！我听。可可，好快的这个反应！溜了！林德先生，由我们来对付坏柠檬。我的冰箱。你可跑不过本喵。小坏猫，你觉得自己很快？那是当然啦，本喵超快的。闪电猫，我们一起上！减缓食物坏掉的功能，所以被保鲜光线射中，物体就会变得十分缓慢，对吗？嗯，叮咚，恭喜你猜对了，这是奖励，百变重锤，我笑。啊，大家散开，绝不能被光线射到。想干什么？往哪看呢？通天火箭拳，保鲜光线，我躲。嘿，通天金刚拳，保鲜光线，嘿，我给你。远程攻击全都没用。没办法了吧？
BBQ， 冻冻冰锥。可可可可比，不上，我再上。可以呀！嘟嘟，加油，冲！不对，上！有点不对。怎么了，艾尔？红茶勺能让火箭拳、金刚剪变慢，为什么不能让酒瓶变慢？这个确实不对劲啊！滋滋！没东西了，老板。我敲，我敲。我再敲，就这，我这，我这，我这，再来打冰棍，啊！看来不使用保鲜光线，不是因为酒瓶子的数量多。那萌叉叉到底为什么不用光线停住酒瓶子？难道说嘟嘟？什么花招都没用。错了，是你的花招已经没有用了。嘿，保鲜光线，嘟嘟，可比，不会吧？好机会，通天火箭拳。果然是这样，萌叉叉害怕被玻璃反射光线，所以才不敢用保鲜光线。奇奇特工任务成功，隔壁的成功。闪电猫，你快点呢，我快撑不住了。等一下，很快很快就可以了。快出来，我快不行了。我是你的错，你好端端的买那么多冰棍回来干什么，害本喵拉肚子。当初谁说冰箱回来了，要好好补偿一下。哎呦，你快出来了，我快憋不住了，求你了。就算天气再热，冰的东西也不能多吃哦。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记住了，我再也不吃了。凯奇，你到底想买什么玩具啊？枪枪，就是它，最新的变形积木方块。就这积木有什么特别的？当然有，这套最新的积木可是有100种不同造型的组合玩法。居然这么厉害，我也想玩玩看呢。那还等什么？去买积木喽！奇怪，我记得这里应该是积木专柜啊。谢谢灰姑，祝您玩得开心。请问这有积木玩具吗？抱歉，积什么？积木玩具。我看看，我们这里有七巧板、橡皮彩泥、航模，可就是没有积木。不对，应该说我都没有听说过积木。啊、怎么会？积木就是啊，怎么变了？为什么我们那么努力当奇趣特工，却连一个想玩的积木都不配拥有吗？根据资料，亦有奇葩事。奇趣特工队，时空祭典出现了。好了，先出动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青青，这次的时空起点是积木消失吗？对，这次的时空起点是在1932年丹麦，当地人奥里科克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积木玩具。积木玩具的诞生，让后来的玩具有了更多更有趣的新玩法。好，为了能玩到积木玩具，一定要阻止萌查查。我们走，时间飞船。
奇趣变形。正常，好，搞事情搞事情，真好玩，嗷嗷，怎么着火了？走过路过别错过，买个小木马吧。这位夫人，买个小木马送给孩子吧。我相信他一定会喜欢的。谢谢你的好意，下次啊。夫人，请您再仔细看看，这小木马做得很精细的。哎，孩子小不懂事，今天喜欢马，可能明天就喜欢狗。而且这么精细，很容易摔坏，这实在是太浪费钱了。确实，小孩的心思经常变，不会一直喜欢同一个。可哪有千变万化的玩具啊？是我错了吗？不，你没有错，用心做的玩具总会有人欣赏的。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只要把玩具造型做到极致，尽可能栩栩如生，大家一定会喜欢。可是越把造型做得精细，把玩起来就越容易弄坏。确实，小朋友可不管精不精细，他们玩玩具超粗暴的。对，所以我的设计作为儿童玩具很不合格，一想到仓库里还囤积了那么多的玩具，我对不起帮忙的伙伴们。可比可比的，再这么下去他就会放弃做玩具。奥里克克先生，我们一起去仓库看看有什么新想法可以让玩具卖得更好。太感谢了，仓库就在啊。什么情况？仓库怎么冒烟了？糟了，我们快去灭火。我的玩具！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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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啊，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们可是奇趣特工队，不准耶，就是特班队，讨厌，玩具给我都消失。雷猴飞爽二级，可恶，柠檬飞龙大中锋，小心，呀呼，哇，帅帅，怪柠檬居然放火，太过分了。不不，本柠檬只表示不放。少撒谎，冲天火箭拳连环发射，我吹。什么啊，竟然这样。飞鹰战车出动，飞鹰战车奇趣变形。看招，飞鹰毒手，不及飞鹰龙龙拳。花柠檬，驯龙战车出动！驯龙战车，奇趣变形！重锤，火球！
我在烧。这下不会吹走喽。这些石像虽然都一模一样，但用类似装嵌的方式合在一起了。对，又一突是超稳固的组合结构。大蜥蜴，本喵就不信治不了你。吹呀、吹，让这大风吹。超喵反弹踢，飞龙龙卷。柠檬大胜利，耶耶。这风实在是太耍赖了，怎么办？我有办法，稍稍改变这些砖块的形状，利用凹凸结构，我们就能组合出一个巨大风车。啥？收到。哎，百变重锤，轻轻敲。对，就是这样。就算拆散也能再次重组变成心脏型，这就是我脑海里的完美设计。来，这样这样。喂，不准靠近你，牛牛大冲动。哥的哥比哥比哥的不管的了。我跳旋转不停歇。卡住他的关节，虽然被烧毁了很多玩具，但我已经有了创作新玩具的灵感，真的很感谢你们。好啦，是做那个的时候了喵。总管这少了点什么，每次到这个时间我们应该要我还有我奇趣特工。对对，就是这个任务成功。月耀，麻烦你了。小铁怎么还不来？不行，我得打个电话催催他。哎，奇怪，我手机呢？刚才还在的呀。
陈小姐，我很快就到了，你现在出门了吗？哎，老胡，家里水龙头又坏了，你介绍的师傅什么时候到呀？飞鸽传书，这是什么跟什么啊？哇，这样放鸽子太危险了。糟了，得赶紧救人。不好，车子快爆炸了。科技先生，快醒醒。小心。要爆了。火烛。上班不回家吃饭，李太太，商场大特卖，赶紧呢！喂，小李啊，我这里撞车了。你没事吧？公交上的人太过分了，怎么能在行驶中放鸽子呢？又是吧？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啊，正常。要鸽子通信本来就得到处飞。啊！我一时没注意，才躲不了。喂，天国保险吗？我的车刚被公交车撞了，你们派人来处理一下吧。满大街飞鸽传书？难道说？紧急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哎，又是柠檬博士。好，出发吧！不怕强敌，一去出击。时刻是1973年，美国工程师马丁·库帕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部手机，这就是纪念手机首次拨通的照片。咕嘟咕嘟嘟，对呀，这马大叔笑得这么灿烂，是打给谁了？想不到第一部手机居然这么大。最初的手机又叫大哥大，有2斤重，开机只能用20分钟，还要充电10小时，而且售价超级贵。不过能随时通信的手机最终还是被大家接受了。在经历了多次造型的变化后，手机彻底成为了现代人的日常必需品。对，打游戏、上网、付钱，本喵可离不开它。一定要保证手机发明顺利，出动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女士们、先生们，请看这边，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无线电话。现在我就要用它打给一位重要的人。没有电线还能打电话？咕嘟咕嘟嘟，就是他会打给谁呢？是老婆、朋友还是老板？快快快，快接呀！你得意什么？这不没啥
变化吗？哦，是吗？谁呀、啊？是我，小笨猫，给我爆炸！警告！萌叉叉可以通过电话发动攻击。嘟嘟，我们俩上吧，飞鹰战车出动！只要不接电话，萌叉叉就没招了。嘟嘟，猜错了，控制天线发射！喂喂，叉叉听到吗？飞鹰战车是被控制了，可我没有。
尤尔吗？我是马丁。根据资料，尤尔是马丁的竞争对手。我正在用手机和你通话呢，怎么样？你不是说赢定的吗？对对，我就是故意打来炫耀的。马丁先生，这也太小孩子气了吧！算了，奇趣特工，任务成功。捕捉到时空异常。这是初代奇趣特工。原来如此。奇怪，怎么不显示时间了？系统出故障了吗？手机可能被干扰了，强磁性的东西会让手机手表出问题。这就麻烦了，现在究竟几点呢？翠儿，现在几点了？好的，我看看。看样子快十点了。还早还早。最近难道流行把古董背在身上吗？这怎么可能啊！完了完了完了，香都烧一半了，这下要迟到了，让开让开。他怎么用大箱算时间啊？早上十点整，早上十点整，早上十点整。这也太落后了吧，还要打更报时。哼，我不打更你能知道现在几点？等等，不是有我忘记我手机坏了。喵，那台公交车也太多黑烟了吧。就是，太不环保了，我们一定要让它改改。快点下呀，后面还有很多人。小心了，你的箱戳到我的名贵包包了。哼，我的西装都给人烫几个洞了，你这算什么？哼，原来这烟不是汽车废气啊，这也太奇怪了吧。怎么大家全都在烧香？注意，这很危险，行车过程中不能有明火，很容易会出现意外。碍事儿，可不绕过去。哇，危险，快跑。时空起点发生在1806年的法国，拿破仑让工匠打造了世界上第一块手表，用来送给妻子约瑟芬。那没有手表之前，他们怎么看时间啊？根据资料，其实钟表的概念很早就存在，比如日晷、打更等等，但基本都不方便携带。没错，虽然后来出现了怀表，但司机用起来很不方便，因为他们驾驶的时候必须用双手来控制。很难从怀里拿出怀表，那还等什么？我们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拿破仑将军，您的怀表修好了，之前会出故障是因为怀表被磁铁干扰了。工匠还按照您的要求装上皮带，这样就能戴在手上了。太好了，约瑟芬一定会喜欢的。快，马上送到杜伊勒理工去。
是。安静，不准，我才不会让你送呢。我得快点把礼物送到。佳佳，年年交，我涂。我涂涂涂涂涂，嘿，完成。走开，走开。你这柠檬怪竟敢捉弄我。什么？柠檬，你敢小得你。啊，这是我的怀表。是超级柠檬怀表。不就变大了一点吗？逆转光枪。才怪，发条转转，时间加速。这可不是你的。拿下这个柠檬怪。发条转转，时间到了。等会儿，你们怎么倒后退了？给我上大炮！最强无敌就是我！这下完了！给我拿来！这是将军交下的任务！你别想抢走！讨厌，飞鸟！住手！通天火箭拳，发条转转，时间到了，火箭拳退回来了。啊，蒙查查可以控制时间，我们要阻止他用发条扭动时针。百变重锤，我敲。没用没用，打不中。发条转，艾尔干得好，卡住发条，他就用不了技能。就这，我搓，我的发条可还多着呢。钟摆大回环，糟糕，大家快跑！姐姐，给我回来，时间到了。根据分析，完蛋了，好机会。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可爱的女士。吹牛大王。哦，你觉得我没有办法对付你？幻柠檬拥有让时间倒退的能力，您的军队对付不了他。小子，知道为什么我打仗战无不胜吗？不知道。因为我总能看破敌人的本质。突击队列阵。是。人再多也没用。我通通都退过去。不，你做不到的，因为你的本质只是块怀表。想吓唬我？哼。这是我的怀表之前就是因为磁铁失灵，磁铁就是你的克星，你输了。等等，够不到，自己弄不下来。
通天万能布，没用的，我大力甩。通天拳套断。萌叉叉，通天火箭拳，极致爆发。将军，手表已送达，很好。奇趣特工任务成功。报告，所有探员已经就位，等候奇趣特工指示。知道知道，我忙着呢。课本卫星启动，选择科学力量。第二机关，第三机关，限制解除，方向校准，能量输送，超时空探测波发射。找到了，九九九队长就在恐龙时代，你们出发吧。继续。干的凯奇坚强，不向困难低头，笨蛋闪电猫哗啦啦不动就会下岗。没水了，不对，这哪来的？奇怪，我花洒呢？艾尔，怎么回事？突然没水了。喵，这是停水了吧？不，停水会提前通知，而且小镇也出现了怪事。这怎么都在浇水呀、看吧，我就是没水了。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好，出动吧。这次时间，凯奇，你这是怎么回事呀？嘿嘿，突然没水，我这澡才洗到一半呢。快去洗手间把它弄好。哦，好，我马上回来。唉，真是的。这次关键时刻发生在1096年中国北宋时期的广州。当时途经广州的大文豪苏东坡发现百姓们的饮用水质量很差，并想出了自来水系统。通过架设管道，将山上的泉水运到城里供大家使用。隔壁，隔壁的，对，事关重大，我们马上出发。凯奇，你好了没有啊？来了来了，头可断，血可流，发心不可乱。晶晶，有镜子吗？找臭美啊！赶紧出发呀！等等，时间飞船，奇趣变形。分析，这里的水碱度超标，不适合饮用。隔壁的，得赶紧找到东坡先生。你们要找苏大人，我早上看见他带着一群人上不见山了。不见山？哦，好，谢谢，我们走吧。
大人，您这是在干什么呢？啊，等会儿就知道了。接上吧。是。接好了，苏大人。嗯，看，这样有水流出，就说明这些主管没有堵塞。哦，这样我们就能很快找到出问题的位置。是的，有了这管道，泉水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到城里。哇，真棒！太好，没水了！谢谢苏大人。太好了，太好了。喷剂，布阵线。啊，你这柠檬精，为什么要搞破坏？想知道？逆转光枪，人花，凡人，没事了，东坡先生。啊，诸位少侠士，这里就交给我们奇趣特工队吧，您先回避一下。嗯，有劳了。开招，冲天火箭拳！我躲了。哎嘿，火箭拳归我了。坏柠檬，快还回来！好啊，给！根据分析，我们的攻击都会被变成化符笑掉。可得，得没得？你哥，你哥哥，哥哥！对，这么多，本庙看你还怎么变！可得！快！我懂了，怪你们会被自己的话打到。简单多了，光进追走，不进被发现了，快！牛龙哥，出动！好险，再来！喂，这边呀，大喜！差点被搞牛龙了！哼，好在坏，我饼呢？在这儿呢！没想到吧，惊不惊喜？这小人话挺有意思的。
最后一名，完成。声东击西大作战成功。去吧，五彩大炮。你活在我们时代，那国漫就直接起飞了呀！啊，好了，奇趣特工，任务成功！太好了，青椒博士。怎么了？有件事很重要，而且要绝对保密。你冷静，慢慢说。我们需要你帮忙做出一样东西。凯奇，加油加油加加油！大哥的，网球王子来了，看好喽！看看看，赶紧练完回家，本喵忙着打游戏呢。奇趣扣杀！喵！抱歉，意外意外。凯奇。信我，我可以的。看招，嘿，哈，嘿，嘿，呀，奇了怪了，我就不信了。嘿，奇趣再上。为什么？凯奇，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等等，你们等等，这是有紧急通信。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好，突破。哎呀，闪电猫，你就消消气嘛！呵呵，球球都中本喵帅脸，这是意外，你信吗？初步分析，根据波粒二象性、墨菲定律和波尔理论，原本处于微观不确定叠加混沌态的击球目标，因为第二宇宙法则和熵增定律相乘导致的必然不可逆性，变成了客观存在事实。戈壁戈登，说人话，谢谢。简单来说，凯奇打球必中闪电猫。哼。好，你以后不准碰网球，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哎，等等，我请问我可以解说了吗？请。这次的关键时刻是网球。1873年，英国少校温菲尔德改进了法国贵族游戏掌球，从而设计出了如今风靡全球、有数十亿粉丝的网球。根据资料，因为简单易懂，网球首次披露就大受好评。第一印象最最重要，所以绝不能让蒙查查破坏网球首秀。好，是时候解开我封印的右手，展现我真正的我。我什么？不准我！好吧，出动。时间飞船，奇趣变形。
这里就是网球发源地，英国温布尔登的全英草地槌球俱乐部。这奥秘，网球太可怕了。是打网球还是打仗啊？喵！耶耶，十连胜，无敌最强还是我！嚣张！哼，本喵这就弹飞你！不行，暴力解决，大家还是不会对网球感兴趣的。哦，太野蛮了。就是，一点也不优雅。没意思，毫无游戏体验。喵，那该怎么办呀？我有办法，以牙还牙，以网球对网球。本喵心好累，不想说了。不过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个大块头先生，我想您也累了，要不？不不，我才不要下场，我要打十个。啊，这？放心吧，上校大叔。看本喵华丽赢球，刷回观众好感动。快，我其实真的可以。加油！加油！各就位，四球制一局定胜负，开始。看机，凑团队爱顺。嘿。你在火箭升空呢，发球又不是扔得高就厉害。龙卷风扣杀。这费德宁得分0-15。哼，你还差得远呢。我抗议，为啥网球有必杀？为啥必杀还有特效字？还有你刚刚那句抄袭啦。那个抱歉，这运动我刚改良不久，具体规则还没细定呢。不踢打不过找借口，羞羞脸。什么？可恶，再来。同一招对喵斗士是没用的。嘿，哎，光替我闪，开球，高难度回球，嘿，帅吧，嘿，0-30。哼，这次蒙查查有点本事啊，看来会是一场苦战了。喂，还不是你光顾着耍帅呀、啊！行行行，别骂了。本喵这就用秘密武器，保准秒杀坏柠檬。哎呦，这还看看，加油，逃避！哎，龙卷风扣杀！有飞碟！好，超频射击！15-30。强，这还能救回？感觉还挺好玩的嘛。对，我也觉得。这边需要换人，请问大块头先生有意见吗？赶紧，别浪费时间。好，艾尔出动。等等，我有一个计划，凑过来。来吧，我来当你的对手。不气，没用，你弱爆了。开正。念力临时发球，呼呼，落点预测，简单啦，是吗？嘿嘿，过分，
不可以吗？可恶，生气了。30-30。好，嘟嘟，我们乘胜之际念力发球。好嘞，精彩。嗯，加油啊，加油啊，手滑了。30-40，最后一分，飞比奇拍子都没了，赢定了！开始发球。啊，糟了！凯奇，接住！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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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没用，球路锁定，旋转出球！耶耶，赢了，赢了！还没有，通天万能步，去吧！起去！超高空扣杀！糟了糟了，看不见了！哥德比呢？凯奇好棒！逗你玩呢！落地预测，找到了！糟了！糟了糟了！本喵回来啦！40-40，最后一球。数据分析成功率300%。凯奇，我有办法，发球吧。嗯，嘿，快，闪电猫，跑起来！明白，光气追踪。开始落点预测。好，落点变了。奇了怪怪，落点怎么变来变去？这无法预测，停了！赢了！耶！太棒了！比赛结束，猫咪先生队获胜。我也想试试看。对，我也是。不不，生气了。不准不准，开始搞破坏！好啊！我就开个玩笑啦！哇！谢谢，多亏你们，大家才能喜欢上网球。根据分析，最该被谢谢的应该是某喵的帅脸。不是我超出色的球技吧？凯奇，你还好意思说？抱歉抱歉。好了，奇趣特工，任务成功。对不起，九九九队长，我们来晚了。不，分析正好结束，马上出发。违反时空管理法的犯人青青就在初代统治的时间点。差一点，还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是现在。收到，资料转移。传输成功，时空数据融合确认。数据融合确认。没什么难得住我这聪明智慧的脑瓜。完成了，完美的时间标尺，我柠檬博士的时间标尺。鼓掌鼓掌。哼，艾尔九九九他们以为封锁了时空技术我就没辙了，天真。所以第一次精准穿越去哪儿好啊？我早想好了，去找我那发明时间标尺的曾曾曾曾曾爷爷。啥？时间标尺是博士室的曾曾曾曾曾爷爷发明的？没错，去告诉他，他的智慧基因没有消失，到我这儿还究极进化了。就算被全世界孤立，我还是成功了。我看还有谁敢嘲笑我？
时空锁定，坐标确认。只要能精准去到指定时间点，那我就可以。一切正常。奇怪，凯奇的定位一直在房间，又在睡懒觉吗？不对，怎么都不在？难道他们没带奇趣徽章就出去了？这边，这边，凯奇，你们藏得够深呢。这是不让青青发现的最好绝招。凯奇同志，秘密会晤怎么样啦？报告，青椒博士准备好了。戈壁，别高的。对，别那么大声。好，快去青椒博士那吧。等等，喵。青青，真是粗心鬼！你们的奇趣徽章落在房间了，为什么忘了？谢谢。我是肚子疼，去了公共厕所，清光紧急就没带了。对，本喵盯着他去的。艾尔，你说。我去买菜了，啥都不知道。是吗？对，我们真的不是有事情要瞒着你去。艾尔，你肚子快疼了吧？哼，有问题。行了，定位信号都屏蔽掉了，这一点小事儿至于吗？这让青青发现可就坏大事了。什么？坏大事？其实大家可以跟青青说清楚的。不，都这时候了，摊牌有用吗？计划继续。摊牌？不能就这么简单算了。等青青回去飞船，我们就得让他好看。他们想对付我？难道他们都知道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根据分析，这是敌人的圈套，不过我也还是要行动。没错，因为你是奇趣特工队。九九
理应多次拒捕，现已正式被列为特级时空罪犯。请别再无畏反抗。哼，别欺负锦姬。你是？危险程度可以忽略不计，继续逮捕。收到，齐去捕手，发射。送女孩子的礼物，你可别加什么奇怪功能呀！哦，错了错了，做这个小东西花不了我多少钱。哇！我说的成功是指我改造完成的升级版时光机。这一次我开发出一种名为时间标尺的新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我把每一个时间空间通过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进行标识。根据分析，青青喜欢的几率 99.99%。 那就好，我们能去的时空也就越准确。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周年纪念日一定要给他一个大惊喜。喂喂，我可是发明了最新型的时光机，你们倒是夸夸我呀。时光机本喵用多了，重点是这项链。糟了，小镇那边有什么人在战斗，闹出大事了。什么？娘！我们出动吧。你的顽强超乎预料，让我造成了不必要的破坏。你们错犯了。我们还辛苦了，你们先撤退吧。抱歉，2299队长。超超，不痛不痛，琪琪，你先走吧。不，他哪也去不了。激活时空囚笼。回家，快跑！青青，青青，返回未来，接受惩罚吧。规则就是规则。冲天火箭拳！萌查查，怎么回事？救救青青！喂，你谁呀你？快放了青青！我在执行时空任务时，常会遇到不同时代的奇趣特工队，但还是第一次遇到初代，请多指教，前辈们。什么乱七八糟的，放开青青，不然别怪本喵弹飞你。我是未来奇趣特工队的队长艾尔999，是来逮捕特级时空罪犯的。你这来历不明，更像犯人吧。不，葛威检测到他的系统信号和我完全一致啊。
他真的是未来的极趣特工队。不愧是艾尔初号机，既然误会解开，我要继续执行任务了。通天金刚剑，逆转光枪。隔壁呢？哼！各位初代前辈，你们这是？哼，还不懂吗？青青，是我们的伙伴。